这个就是少女风，今天还行，看的还是蛮清楚的，还是有一些雪在上面。这面广场挺大的，然后很多跳伞的在这边。去年这时候这个位置有一个摩天轮，但是今年好像放到前面去了。在这边就是跳伞的降落点了，这广场特别大，一大片草坪。就不是很清楚了，就是灰蒙蒙的，很多人都在外面，很舒服。今天这个温度还是蛮舒服的，挺好。Hooters 很有名的，吃鸡翅之类的东西都在他家，蛮有名的。真的很大，从那边开始，从这边整个这一片都是特别特别大。今年那个摩天轮就在前面，今年换了位置，这是一个小花坛。
坐了一次，蛮好玩的。今年就不用再坐了，已经坐过了。今年坐的应该是玫瑰吧，有的还没有开。周末开吧，里面有个小花园儿，蛮不错的，还有小温泉、小假山，哇，好大的鲤鱼哦，哇，蛮大的。大好大，哇，好多条啊！哇，蛮不错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假山，真的蛮多的，好多条啊！Oh my god， 好多好多。好，这面是一个开个小亭子，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哇，这个更大，这个鱼比之前那个鱼还要大，哇，好大，跟那水塘的这还有个小桥，但这门关上了，不让过去。这一个缆车可以上到山顶，蛮陡的，看着视线看着是挺陡的一个缆车线的，上去然后再上到山顶。今天没有风，所以说水还是蛮平缓的。高台阶，下到下面，哇，可能是之前头两天下雨了，这个水位有点高了，这个台阶已经没过这个台阶了。坐这缆车人还真不少，蛮多的。就是因特拉肯奥斯的东站，然后两排这个树蛮遮阳的，
丢太多了吧。那两只它已经开始变白色了，这四个还是那种灰色的。觉得不好吃吧？哎，你真的，你看它那一层毛，哎，我好想摸一下。别摸，别摸。但是它油乎乎的感觉。你这半袋子都给他们吃了，就是这么一点了，都给他喂了，开心吗？他会叨你的，他会叨你的，哎，你要试一下。天鹅没有舌头吗？没有，鸟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你看，我怕你别为难人家了，你就丢下去。不是，我想看它扔到它背上了，在它背上吃。它那毛太想摸它了，太可爱了。你看那个背上有一个，哎，那个图案上是个小熊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刚才已经。有鸟在叨了，叨不到，粘在它背上了。那两只怎么这么快变白色了？这第三只没了，差不多真包。哎，它还挺什么护那个？那肯定啊。哇，没了 ，over。哎，他又站一排了。Thank you.